你好，请问你整过容吗？哦，整过，整过，整过。那你为什么要整容呢？啊，因为之前丑。请问你觉得自己是明星吗？哦，我不是明星，我是巨星。哎，听说你片酬很高哎，是不是真的？啊，是是是，很高很高很高。那请问你保持身材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从来不吃饭的，我网上发的那些吃饭照片都是假的。哎，这鞋。喂，别乱摸，50000，摸脏了你赔不起。哦，50000而已啊，抱起来，我要了。哦。好好的。哎，你怎么用手拿呀？你摸脏了我还怎么要啊？不要了。你说爱喜欢随便你，我就爱上了经历，预知了所有运气，换一次概率了你，伪装的不在意，我假装很佛系，自定义的甜蜜。Последний миг, планы встречи у других. Только я всегда могу, когда нужно прибегу. Я как будто главный тренер. 我找了整整3年呐，被我爸爸藏起来的漫画书啊，终于重见天日了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，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可你跟随那么贵的候鸟飞得那么远，爱像风筝。糖吧。
呀，其实我一切都知道，我就在等你说 right now， 你却不说主题，让我心脏一直在乱跳，看到你脸颊在发烫。想让你忘却愁绪，忘记关怀。